无线处境剧《爱回家之开心速递》，除了剧中一班演员深入民心外，他们在剧中的住处和工作地点都成为了内地观众来香港旅游的打卡地点。新威龙广场取景地其实是长沙湾广场，再加上后期 key 上新威龙广场的名字，接龙集团的地点其实是同区的 D2 Place。 剧中红树根一家其实是列堤顿道28-34号的文华大厦，家居内部天台和楼梯，基本室内的场景当然就是电视台的场景，